Yo， 我叫艾夫刚，来自街头，是一名纯粹的街球手，来到这里，来到舞台，给大家带来我的 freestyle。我不知道导师会不会选我，但是请你们记住，我就是艾夫刚 ，Yeah， 街球侠。街球侠艾佛刚啊，这人干嘛？过来搞笑的吧？我们刚刚开玩笑说，他说要上楼录那个录采访，然后我们说我们不用坐电梯，直接从窗户去就行了。他打球里边像穿了一套秋衣秋裤一样的。嗯。想要跟他单挑的举手。我一定要选择这个24号，好，因为我觉得艾弗森是不会输给科比的。要，哇，哎，按照就是水平而言，陆冉应该是取胜的机会更大一点。他敢挑一个跟他水平差距很大的一个球员，这说明他太自信了。他穿着科比的球服，因为我觉得小个打高个，你可以说我，但你一定防不住我，因为我就是艾弗刚。各位领队老师好，我叫陆然，今年21岁，来自江苏南京。好，加油了。球员就位。哎呀，来这个节目组，我的目标当然是拼到最后。我，哎呦，我一开始觉得这什么缺眼了这个，但是没想到就是有两把刷子。哦，太突然了！艾佛刚，艾佛刚。他带这个也突路人想办法证明一下自己，想办法证明一下自己。他防守肯定还是软肋，想成为一名球员他们太低估我了，很多人都。艾弗刚的球权，哇！哦哦哦！接球侠！他的运球感觉很像这个球粘在他手上一样，好像真的有蜘蛛丝在那边粘住一样。接球！持续的运球，左路，哇！这种鬼魅的出手真的是抓不到你的节奏点，他进的球特别的神奇，不可思议，他就是怪球手嘛，对不对？瞎扔瞎进，就没有办法摸到他的套路，他没有套路。What's wrong？ 你这种奇怪的节奏感让对手很懵啊！来，我们回到比赛。他都很低啊，他每次要防守，他就会瞬间降落在地上的感觉，就像蜘蛛侠嘛，有时候。所以他的防守都摆得很，就你知道，马步扎得很稳，很低。那有一个他的个人特色，哎，你应该吐点蛛丝啊。陆冉。哎，两分没问题，目前只落后一分。陆冉，艾弗刚，艾弗刚，接球侠，接球侠，接球侠，这个不错。陆冉，哇！
之前没有太接触过接球这方面，一开始思维方面转变不过来，这么轻松的让他得分。回来，陆然，你还有机会。A three， 很可惜，这叫面包，对不对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？三不沾，三不沾。三不沾是指投篮者投出的球，篮筐、篮网、篮板都没有沾到，这就是三不沾。三不沾的英文单词为 air ball， 也就是空气球。在球场上投出三不沾空气球，哈哈哈，是很容易被观众嘲笑的哟。艾伯刚，你的赛点。是让我大跌眼镜，完全对他刮目相看。我觉得他有一份这样的勇气，想要去展现他对接球的一种理解。接球手源自于最草根、最普通的人，他们所代表的东西也就是很自然的东西。他不需要有任何框架，没有框架限制他，这是一种信仰嘛。对于一个小哥，要有他的精神，在大家不认可他的时候，他做出了一种世界都让他跳到地球的感觉。哎。我觉得他虽然有耍，但是他又进球，而且他手感很好，就是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，以为不会进的人都进了。那这次决定把球衣送给你，好吗？谢谢九老师。哎，波哥，Come on，接球侠，接球侠。就是要有这样的有乐趣的，我给的球衣都是也不是那种太中规中矩。我挺喜欢陆染这种很扎实的这种打法的人。哦哟，想要留他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留下来。我想找到的就是打球又好看又踏实，然后又能得分，而且他身高长那么高，我觉得他不打篮球可惜了呀。